研磨全国人口啊，这包括31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啊，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，是14,967,000人，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，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，人口出生率为6.39%，死亡人口1110万人，人口死亡率为7.87%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1.48%。从性别构成看，男性人口72,032万人，女性人口68,935万人，总人口性别比为104.49%。从年龄构成看，16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6,481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1.3%，60岁及以上人口29,697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21.1%，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,676万人，占全国人口的15.4%。从城乡构成看，城镇常住人口93,267万人，比上年末增加1196万人，乡村常住人口47,700万人，减少1404万人。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6.16%，比上年末提高0.94%。